我没有推你，为什么要推我？我刚刚是在扶你，你为什么要推我？我刚刚完全没有推你，你为什么要推我？我真的没有推你，你够了吗？我刚刚是在问你，这位先生，你已经问过我很多次了，包含在上一次你也追着我。他2015年，郑老师，你是2015年吗？推我！我刚刚完全没有推你，为什么要推我？我真的没有推你，你够了吗？我刚刚是在问你，这位先生，你已经问过我很多次了，包含在上一次你也追着我，然后同样的问题我一直回答，你现在又撞我。我刚刚真的没有撞你。当记者需要这样子吗？我刚刚真的没有撞你。冬天的记者吗？我刚刚是真的没有撞你。为什么要撞人？刚刚是我看到你进到了脚下之后，我怕你跌下去，这才把你扶起来。我刚刚完全没有撞，但是你们服务业协会完全没有回答过啊。他们服务业的证明是2015年的时候啊，哪怕是2015年的时候嘛，那为什么现在？我看完全没有撞到你，我刚刚完全没有撞你，我刚真的没有撞你。为什么要这样？我必须要说，我真的没有撞你。你为什么？还有为什么2013年那时候爸爸就已经到这个大陆，说要推动台湾的企业到大陆啊？那这部分我要不要说一下？哦，就被质疑说是不是政治红利也要钱也要吗？是这样吗？当然没有质疑说是赚人民币没有有错啊，那只是这部分双面的部分，我要不要说清楚？不好意思。